这世界的确有令人相当多令人失望的纷争，但是让我们来看苏格兰高地如诗如画，非常的美，而他非常重视艺术，并且呢，他成了现在很多人希望到国外去旅行头的首选。非常谢谢大家收看今天文茜的世界周报跟文茜的世界周报欧洲版，我们明天见。